要物尽其用，这个物可以是天气，可以是武器，也可以是一个人。校长，是不是觉得本将军抢兵法的时候特别爽？子大，那如果敌人太强大，你输定了呢？这世上没有必输的仗。 只有没有本事的将军，物尽其用，也可以是一个人。走，沙二爷，快把门关上。 将军，您可回来了。将军召集，必有要事。刚接到陛下密旨，要我们入宫清除奸邪。这就凭我们一百号人？金苑西揽长安拦截工程，我们跟皇宫内城，只隔一道玄武门。乃其对玄武门和禁军范围都了如指掌，针对这种情况，我们都演练过无数次。怪不得当初那些犯忌讳的演练，陛下都毫不干预。 原来他把将军安排在禁院，是为了。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